近日网上曝光了一组周一围与佟丽娅旧时合作过的电影剧照，周一围也很快转发了照片并艾特了佟丽娅，配文2009年的你了解一下，照片中两人还是青涩的样子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青春气息差点溢出屏幕，当时佟丽娅扎着两个小辫子，笑容羞涩，面容看起来跟现在倒是没什么两样，就是皮肤跟现在比起来黑了很多，而周一围身着白衬衫，留着当时最普通的发型，青春十足。据悉这是2009年的时候两人合作过的一部电影，彼时的周一围身上还都散发着青春时期的男性荷尔蒙气息，举手投足间都是一个青涩的白衣少年模样，躲在墙后偷听人讲话的圆溜溜的大眼睛太有神了，动图中的丫丫和一围怕是有爱情小火花哦。话说09年的丫丫真的是美艳动人，虽然现在依旧也是，不过那时候还多了一份稚嫩与灵动，周一围那个时候也真是年轻，少年感爆棚，看看这对超高颜值的荧屏 CP， 不少网友喊话配了一脸。